这汽车多少钱？3块钱。这一辆贵7毛钱，把个拉上行吗？不行。拉上吧，差你3毛钱嘛，咱拉上。不走，赶紧把路上开。给有急事，到汽车抓一点药，妈给拉上嘛。你有钱抓药，没钱坐车，开什么玩笑了呀？抓药是卡抓着呢，没钱，咱拉上嘛。哎呀呀，别捡了，谁把你的钱扔在地上的就让谁来捡。你凭什么要把老人的钱扔在地上？怎么，关你什么事？又不是你爸。你不用管是不是我爸，如果是你爸出来也被人这样欺负，你愿意吗？人老了，好多事情就都不方便了，咱们都有老的时候，你也不要觉得你现在很牛逼，等你老了出去也被人这样欺负，你心里是什么滋味？